당선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那里边有没有人啊？你给我杀阿拉杀他了比。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친구는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我觉得英雄联盟这游戏啊，跟其实跟那些比赛啥的差不了太多，你需要平时的练习，你平时练习的多了，嗯，这都能拉着我。正好他一好了，你看今天就完了，这上路怎么打怎么被杀呀。把把被单杀呀，确实是不太行了，不能玩了，这把打就不打了兄弟们。这个马豪的 E 比其他马豪的 E 感觉有点长，不知道怎么回事。咦？怎么感觉你强杀我了？不要强杀我啊！我可不好杀，我可没那么好野。我直接回家，我都不墨迹。咱也不在那塔下待，直接回家，回家以后再出门，丢了小半管经验就丢了，无所谓。下波还有炮车兵，20个兵，21个兵，比我们多了400块钱。咦？那狮子狗，完了，炸！那狮子狗为啥要闪现抢河蟹呀？炸炸炸！对于打野来说，河蟹这么重要吗？辅助一来直接就爆炸，我们就费点劲了。上路也炸，下路也炸，中路也炸，打野也炸，上路是最炸的，因为上路的兵线还推过去了。哎，这会儿都不应该去帮他们去，操！
又补不了别人了。老碰上这种就一等就补不了别人的英雄。我的小爱人民，哇！你们像个犊子似的，你这干什么玩儿了呢？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操了，我是给你点脸了是吧？我发现呢，哪有这么玩游戏的呢？卡兵线，我操了！你可太不是人了，你呀是太不是人了，你怎么玩儿啊？杀完人就来打野，来打野就算了，还玩卡兵线？左你小心点右边，能不能来帮忙一波？能不能来帮一波？嗯，这波卡兵线，帮帮忙吧，哥！我上蓝博又来了，我的天哪！真没法玩。哎，碰见人家这家子打野是真没法。玩不动。上路稍微劣势一点，直接来，来完以后就卡兵线，卡兵线就不让你补兵，然后再帮你反蹲一波，哎，你没法玩。玩个破左一，还好意思 GG 呢？我看着左一就烦。真难玩了。无限找我干，但是没有人。来一波，赶客不到，走了，再也不来了。那有始有终啊！我的天哪，380！真是挺难玩的。
三路全崩，还没有人，下一把吧。请问，三路能上哪门去？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 而且还是 poke 阵容 ，poke 阵容。poke 阵容一旦劣势了，就很难玩了。这上路爱谁待谁待吧，我他妈肯定不搁这待了，我是。 实在是玩不了，我肯定是不敢上路待了，爱谁去谁去吧，人间炼狱，上路简直是人间炼狱，集中하세요。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哎呀，我痛啊！不是婉豪带点人没法打，是打吧？我们是打回来了，我们可以打回来。他塔下兵也吃不到，兰博又来了，你知道吧？是这种劣势，不能打野一直来，一直来没法玩了。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 不是带不带点盐呢？他跟我那波打，他其实已经亏了。我下一波能打过他。那兰博非得给卡波线，哎，一点劣势都没有。好了，兰博卡完线，兰博又来一波，这回彻底就打不过了。原来其实还好，不是说带点盐的问题。 这都能推到墙上了，简直人间炼狱！求我别打韩服了，求我，你求我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跪下来，说是哥，我求你了，你别打韩服了，并且给我送上4个超级火箭加1个皇帝，跟我说话。 听见没？求我别打韩服了，你求我我就不玩了。你是什么玩意儿？想求我，那你就摆出你求我的姿势。 真他妈够呛！杀一个，还行，杀一个。 这把肯定是够呛，26-6，继续，我们集体投降。怎么的？上高地了呗？ 还在那说法语呢，说多少遍也不听。
算了，不听拉倒吧。真的说了800遍了，我说不要教我玩游戏，不要教我玩游戏，不听。